累就是你找老婷婷是最累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太棒了！怎么样？下雨天爬山。我们在2019年今年的运动量是多少？那都太少了。Jason， 小啊！来下一位，无言吗？现在心情是？开心哎！很开心，很多人是有点太轻松。太轻松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那我们再重新再爬个十次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来下一位。对，上去零食多吃一点。